拍动作戏，辛苦了，然后一直被打，然后每天回去就在身上发现，哎，怎么这又多出来一个疤，又多出来一个伤，都不知道哪出来的。而且我这次打这个动作戏，拍被人打了巴掌的戏，就我本来没有想到他会下手那么狠，一上来一个大耳光，然后就好像我听说导演他们那边的，哇塞，这个就好看了，然后就一直在真的被打。打得很狠，然后打了，拍了几次以后，就最后一次打完以后，然后他们过来都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就说你没事儿吧？然后我说没事儿啊。我摸了摸鼻子，我发现流鼻血了，我的天！然后就人生第一次流鼻血，在这个地方发生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值得纪念。